大飛看天下，全球的房地产市场中，香港楼市的泡沫风险开始下降。不过在亚洲主要城市仍然排名第一位。哇，卒之我们香港排回第一位了，不过是资产泡沫。有学者估计香港的楼价进一步下跌，明年的银主盘的数量或者会显著增加。咁啊，即系话冇钱供，被收楼。根据瑞银最新嘅全球楼市泡沫指数显示，加拿大多伦多以 2.24 分喺全球居首，德国法兰克福同埋瑞士苏黎世分别排行喺第二、第三。虽然香港以 1.71 分喺全球嘅排名由第三位跌至第五位。但是亚洲区的泡沫风险依然是最高，竟然比深圳、上海这些高。咁东京是排第九。他们指出，虽然豪宅市场录得多宗的大额成交，不过截至六月底为止，楼价一年间累跌 4%， 是所有城市中表现最差。在家庭杠杆比率上升以及租金跌幅底下，楼市仍有泡沫的风险。有学者估计香港的楼价将进一步下滑，受按揭息率催升影响底下，明年的银主盘有机会显著增加。香港大学房地产和建筑系客座教授这位副教授张胜典说，现在有些似金融风暴，你会看到经济停顿几年，过去数年买一手楼的时候跟发展商或者财务公司借了二案的买家，现时除了要正常一案之外，亦要供发展商的财务公司提供的二案，这样会进一步上升至400个至600个之间，我认为未必冇可能。咁当然啦，而家我哋特区政府解紧码，甚至首次登记税，只要你居港一年，咁就可以将个印花税俾返多少俾你。而家全部都放风，希望即係话放宽首次同埋登记税，令到个楼价能够平稳或者上升。呢、这个就係陈茂波做緊，咁我相信施政报告佢会出，但係有冇用，我话俾你听係冇嘅。呢份报告是讲上半年至六月份是 4%， 但是今年 15% 你真的不走得。就以七八九月这三个月，你就见到大量的二手盘开始涌现，跟着卖，割价卖。今年的年中到现在短短三四个月，很多楼价已经直劈一成，尤其二手楼有些劈到成半。两成仲未见，但是去到今年年底就难讲。这个就是过去所谓的国家安全和防疫政策。人走钱走，我们都说计好条数，就好像我上次讲两送饭一样。为什么有两送饭？为什么越来越多两送饭？不是两送饭便宜，而是你要人家打针，人家情愿买两送饭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，他们连街市都不给入。当你一个家庭的老人家他们不打针，他们留在家里，那你就看到中秋节为什么富林美心那么惨淡生意。因为他不出街吃，其他人就陪着他不出街吃。重阳节也都一样，那得力于是什么？就是两送饭。现在香港没有打针的人超过了70万，十分一。这70万人他们都要吃的，结果他们选择吃两送饭，你就见到其他的餐厅酒楼顶不住陆续结业，因为两送饭是请人手最少的。这个才是真实的东西。在这里不单止是这样，还有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走了30万人，
呢三十萬人佢哋有樓有居住，可能仲未賣樓，因為佢哋去到睇定啲。所謂嘅睇定啲就係睇定啲，究竟佢哋適唔適應喺英國，適唔適應喺台灣，或者適唔適應喺日本。當佢適應咗落嚟，即係佢覺得喺香港嘅樓宇係唔需要嘅話，咁樣嘅放盤潮先至正式開始。可惜好多朋友都係，好似有個朋友個仔，佢本身有五層樓，佢賣咗三層，佢出年就會英國。佢有兩層唔賣得，係等緊首置税，即係話佢要夠五年佢先至賣樓，即係話可以套翻現，唔好益咗你，令到首置税嘅錢落翻袋。但係樓價下滑，佢都未必頂得住。但係佢亦都因為咁樣，佢唔賣住喺度等。當一個政府佢哋冇辦法知道，亦都預估唔到香港嘅樓市嘅經濟會點樣走，跟住日日話香港係國際金融城市，嘥氣啦。反而好欣賞就係有一個地產專家佢話嘅，由今年到出年，香港嘅地產會跌三成。呢個就係經濟泡沫，就係資產泡沫。香港如果有三四十萬人離開，到最後尾有70萬一成人走，咁嘅話，香港就會有一成嘅樓宇空置率。咁我問你啦，其他樓宇仲起緊，香港有冇一成嘅人係爭樓住？未計嘅就係嗰啲外國公司，外國公司好多包宿舍，陸續咁有人離開，佢哋先至係真正嘅消費市場。有時你哋可以落街睇下，星期六日去銅鑼灣9點，你睇下東角附近道附近，星期日啊，或者星期六有冇人嘅？你去到旺角西洋菜街，你去百老匯睇電影嗰度，你可以去到8點已經清場啦。當全個香港樓市又唔得，股市又唔得，國際金融城市，你告訴我你怎麼行啊？拜拜。